有人安尼话，足感动，做事嘛甘愿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这边的顶回立委啊，选举啊，我有失望。我的好朋友啊，甘文忠竟然无聊，所以才乎中国国民党都检肃甲叫去问啊。伊若调我就袂啊，所以伊要负责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啊，你家己讲，我唔敢讲对呢，对不对啊？后摆伊若选，爱选好伊，好伊调好无？各位，你若答应，你若我袂答应啊，当我袂吃无要紧，话袂当我袂答应。所以，甘议员严小仙，管议员嘛爱好伊调，哦，出大大多呢，多议员爱好调。啊，若无调，后摆我靠联系，都要负责任哦。好冇啊？好冇？打哪电话哦？我唔敢讲你哦。因心情好呢，我目睭有看呢。研究以外，就是需要台湾人来帮忙。因为讲这个论述，你若台湾人点点，美国讲，啊，你要叫我哪帮忙？你台湾人家己要做落来呀？这台湾人是足可怜，敢想想？叫美国过来管啦！你去叫中国来管啦！慢慢啊来，无啊，我让美国来管。啊，即摆，迄个中国人，中国国民党诶，都甲我骂哦。伊讲迄个林志坚嘛，得支持51州啦，讲要变做美国诶51州啦。各位，你可不听话？我有讲51州即句话，即句话，无可能啦！台湾要建国啦，对不对？边含阮做起来，还阁台中。当然啦，咱高雄地区的负责人林义倩，这人真秘书，默默的耕耘的，为2005年，到今嘛，始终如一。我无论哪样，我一定爱介绍予林义倩出来。两分钟嘛，我去拜托各位替我甲鼓励，替我甲伊拍鼓，替我甲感谢林义倩。